主料：大米粉750克，黑豆150克。辅料：酵母粉5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大米加点水粉碎，放酵母粉发酵，揉下面团，加入煮好的豆子，替上放一层豆子面进锅里，拍成一样的厚薄，开大火蒸20分钟熟了。烹饪技巧五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